迄、那个四十五页，吼、哦，四十五页，清净色的重要是爱随时思想的这个意思。这个内底有一段甲咱提醒啦，啊，看注意安怎样看，有那，你有那有你的个人的看法无唔对啦，哈、哦。要今仔日吼，注意，卖威逆啦，安怎威逆呢？卖讲有时阵吼，有些思想安尼讲两句啊，啊，咱受集中感就生出种厌贫心，啊，这个恼乱心安尼唔好，哈、哦。因为咱这个吼，寺内底有那爱顾这个啥呢？顾这个伦常啦。咱中共吼，这个伦常真注重伦理。有人是当初是讲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啦。安听吼，一定爱毕恭毕敬啦。但是当然，这还有其他的原因吼，未使顺着啦，有那有唔是无？照讲吼，这个佛法内底这论上，那是拜吼，我跟你讲，迄个道场都拜啊啦，这新鲜的嘛。那不是要含书，安尼书无好图啦，阳奉阴违啦，就是讲表面上好啦，但是书底下并无，唔是迄回事啊。这就是论上拜害啊。这论佛法的团体，那是论上拜吼。那么原在啦，佛法的整体都拢拜啊。家庭若无伦常吼，我甲你讲，毕竟君父不父子不子啊。恁有听到一句话点点？老爸都亲无亲像老爸，囝都无亲像囝啦。啊，夫妇吼都无亲像迄个翁仔某去生活。吼、哦，所以咱这个中国的伦理有一个三公五常五伦八定嘛。三公就君为臣公，父为子公，夫为妻公。吼、哦，父子亲，夫妇别，中有事并有信。这是五轮啊，佛法内底这个论上，那是无一个师道的叙述出来。我咧讲，迄个佛法内底败了呀。时间未够，吼、哦，对不对呢？所以今仔日注意吼，先内底唔敢甲你讲，唔当先说，咱对爸母嘛未使安尼想呢。注意，我咧讲吼，今仔日绝对对爸母未使有一句怨言，做囝人未使安尼哦。那是对爸母有一句怨言，我讲你一生的命运去做吼，命运真歹。对爸母袂使怨言，对爸母袂使恶言，我无骗你。那是对爸母恶言，就是无有那无伦常啊。但是如果爸母的做法，你感觉无解满意，含伊温声细碎，安尼小块研究探讨一下，好好大家来参详，开家庭会议来参详。但是做爸母的人对家己的后生查某囝，也袂使讲你是我的后生，你是我的查某囝，我一定安尼讲，你都爱照我安尼，所以卖安尼，哈、哦，最后唔通安尼囡仔会反感，你叫我来，哈、哦，囡仔有啥物代志叫我来，叫好好含你讲安尼，讲你得爱有一套道理甲分析，这个囡仔较教会上到这个课配的，唔通讲我是做老爸。就用势力，用迄个威严要压老压家己的后生所见，难道到底你的后生所见未听你啦？我不骗你，吼、哦！即摆咱个来继续咱来进度吼、哦。所以我即摆讲到伦常，安怎样吼？即、哦這个国家有伦常，有三公，啊有五常，吼、哦、啊有即个八德，啊有即个五伦。啊！咱这佛法内底，咱做地主的人进来，这个所在就去甲咱讲这论上。譬如讲今仔日，所以有时阵吼，那是讲你的皈依，甲你皈依的师父啦吼，你应该是较接较亲近一点。安怎吼？无论你是对皈依拢好，因为这个是一个论上，皈依师吼，就甲你担这个未来爱解脱啦。所以你去，敢像亲近啊，去甲进来，这讲随力供养种种财物啦。上届无，你对你的归宿吼，过年时啊，是一个责任吼，安尼带开去甲行一下安尼，吼，会记着。啊，随你的力量，这是随力哈。譬如讲，今仔咱的环境都安怎样，啊，都济少，迄都无一定爱安尼哈。这个是讲随力。啊，若有机会去你归业服侍人，咱在台中都近近啊哈，去你归业服侍，啊，去啊甲看有工课要做，倒做一下。好，然后用到加减啊，行安尼。啊，照着你师父给你开导的，给你教育的，来修行。那么当然看你的情形啦，看师父是有诶有研究，有诶无研究，
哈、哦，啊那无你甲清净一下，过年时啊去甲安尼甲供养一下。啊，伫这个所在，咱唔通讲哦，安尼学佛都爱钱，哈、哦，所以你唔通安尼想哈。其实我计说法爱钱，恁计听经文法唔免钱，不要紧。我计说法爱钱，爱牺牲这个个财，啊甲牺牲生命，因为菩萨道就是安尼，安怎样哈？这是实在的事，我出来说法，我爱搁在开销，所以我爱钱。啊，你要来听经，唔免一定爱钱。不过呢，的确所在我那了解者，我的钱要对对来。譬如讲，我来说法，一日来台中两抓，先得一抓，安尼一世过去。啊，今仔日我都无计含人参加社会的生产工作，啊，那么我的钱要对对来。当然嘛是在家中来维护扶持的，啊，但是在家中扶持呢，其实这个在三殿的中间，你供养师父，这个是你结净福田的对象。当初佛陀在世，伊的本身无去食物件，但是伊偏偏啊一块钵摕咧，处理含人吐钵，就是要给众生净福田，因为佛陀。吃了个隆重说法，给道场的中间四五十年啊。可是呢，伊一日出去吐跋一遍，你甲想讲，偌济人客饭来给伊，但是这人供养着佛的，你敢知伊这福报偌大？伊是安怎要安尼做？我都捌甲咱讲过，阿那路的无量劫前，干那一碗皮啊饭。去供养一个辟支佛安尼尔，伊得到90世，而这个如意啊个牛舌红烛宝，拢食到百几岁，伫末法时拢食到百几岁，啊夜间时阵大家拢真，干那一碗皮啊饭去供养，就是类辟支佛安尼尔。佛陀无去食物件，但是伊原在照常一工处理一遍，吐巴处理一遍，吐巴处理一遍，一滴巴要滴到甜，一定爱骨力加安尼个滴到甜，注意。当初佛陀在世，那是供养着佛尊在人，个个都会成佛，真紧就成佛，唔是真慢成佛的。佛陀先生要怎做，就是要让众生净福。哈、哦，所以今仔日呢，在这个三殿都有一个悲殿，啊，有一个敬殿，加一个阴殿嘛。哈、哦，哈、哦，一个福殿啦、啊。悲殿就是叫和众生呢，伊的经济力量袂当拄在中间，你加减嘛，甲帮助，这是悲殿。对四大人的一种友好，这是敬典；对三宝的一种奉献，这个就是这个个福典。三宝和咱注意奉献，你唔通讲修行得爱钱，啊，什么不是得什么钱，什么钱？注意，我跟你讲，你若会做会到，这是你福气。因为我不是听人家讲安尼哈，去到佛寺得这条阿弥，那条阿弥，都唔是跟咱硬性的要求啊。是你随意发心嘛？但是如果你这个钱来供养师长，都用来藏在了后，我都要跟人讲，那个福报是千倍、万倍、亿倍。我无骗你。如果你今日今日就有一个道场给去，啊，你知道这个道场吼是三宝道场嘛？当然，偌多道场这个免讲。三宝道场，如果这个道场是自修的道场，甲道场的道场，这个各有差别。自修的道场当然福报有，但是这道场的道场福报更加殊胜。我跟你讲，这目前吼，真侪众生安怎呢？要招伊去佛寺，唔敢去。安怎？伊讲，伊有钱通去开，开迄个无路用的，但是伊去佛寺连一百两百，伊袂出钱。所以要有真侪吼，阿袂贵个人要招去佛寺吼，有个人唔敢去。阿个有贵伊了，唔敢去个找事，我真奇怪呢，我真奇怪。迄、那个三宝的道场是一区，一区真殊胜的禅哦，一区真殊胜的禅。迄、那个范围啦，要你要爱偌大，做你你得有偌大，通我互你种啊。你做你直直甲布种，加
偏袒写了，当然想将来做事情是得到到未来涅槃。啊，未达到涅槃的进程，你阁有一个福报，有那是人天报真济。为什么咱唔去种？哈、啊，当然和师父有差别是无唔对，这个师父去做的工课，哈、啊，安尼甲种这个，甲种这个，这是有差别是无唔对，哈、啊。但是作为三宝的道场，你应该啊，这个就是你未来要得到大福报的所在。你唔通讲哇，今日来从啊，得个创啥，得个创啥？你种愈多，因缘相，那会成熟起来，你会修行愈多。所以进来这是因为有讲到这问题啦，哈。所以我今日无甲人讲袂使，作为记好。你唔通讲三宝的道场，真是乎你真需要，那需要你正方。需要你到下手到经济之源。今仔日，阮出来是爱钱，阮出来爱追。我听到讲恁要爱车尔，我着较紧去买来互恁。听有吼？恁要爱什么车，阮也有甲恁讲着，阮也做会到，我着来买互恁。所以，阮方法爱支出精神体力。我嘛爱支出金钱，但是我这钱对得来，嘛是众生奉献给我的啊，哈、哦，所以安尼多存款，也是恁得到好报，安了解哈、哦？啊，恁若未向做是恁讲啊，但是我会向做啊，我无论安怎，我嘛要较紧做，因为我讲句实在哈、哦，我唔是菩萨，但是我需要学个会向做菩萨安尼，安听哈？所以注意，伫即个内底，有甲人讲，你的师父有甲你皈依，迄、那个因就真大。你咱三不五时啊，等甲惊惊的，吼、哦、啊！对即个有关的即个个三宝的道场，对我甲人讲，自修的道场，甲即个个大众性的即个菩萨道场，这是两回事。吼、哦，那是做会到，当然恁爱量力，唔是讲来借钱来布施，唔是安尼。恁量力就好啊，唔通欠迄个菜钱，买甲好厝人去懊恼，安尼袂使钱，吼、哦，唔免欠甲安尼，唔是，恁得正常吃，正常欠，但是欠偌济，恁得借一半来欠搭三宝人，未来恁的福无量大，吼、哦。所以你若是量力有够，不是呐，讲啊，都有两支啊大枝条啊，你摸会起的呗，你得甲摸起来啊，安怎样吼？吼、哦，迄有时的这个枝条啊，这个大枝你呐。扶起来，你就搞扶开，这也不是什么，那是你家己的好处啊！吼、哦，安怎样吼？所以这个是附带给咱说明，因为佛祖的道场，你若要做偌济，我跟你讲，你将来受益无量。吼、哦，所以一句真好的禅语，给你保证，你看你有迄个福气，通去保证有无？因为这个三宝的道场叫做福田呐、啊，安听吼、哦？对友好父母叫做敬田。你哪会当施舍给一切众生？这个叫做悲田，吼、哦，这个是三田。所以今仔日注意，在这个论上内底，你会当随力供养种种的财宝、金钱为师父福德，这个就是在这个个论理内底人应该有的。所以哪会当照着师长的开导去修行，吼、哦，啊，对这个佛法一定爱恭敬、亲近、善地下。哪会当圆满的话，这个就是表示尊师重道。是大人是咱大，是大人因情袂使无。三宝的师父，甲咱教育，甲将来当解脱，这个因情是比是大人甲咱车样，会使讲大骨啊一倍，我无骗你。哈、哦，大骨啊一倍，哈、哦，你甲想讲以日为师，得终身为父，而这种敬意啊，何况有时阵听见文化是长期间的问题啊，哈、哦，所以今仔日呢，一定爱好好。在这个个文化的中间呢，一定要好好来去来敬仰的这个敬仰这个师父，这个会记着。但是当然，进来底还有一个差别。如果师父有要叫咱去做种种的不法的代志，那么这个当然你爱家己爱考虑。因为这种的情形哈、哦、是安尼，我讲起来给咱参考。我去新竹，啊新竹有一挂佛弟子拢已经对遐来去听。我说法，因为我伫新竹内底也讲过即个个八大经格经啦，讲过因果的原理吼，啊，佮讲过即个普贤十大行愿，啊，一挂佛弟子拢活来。但是这佛弟子呢，活来这是拢总无去听经，伊拢对因师父处理计共上经安尼。
因为师父都不用说法，但是专门去上经尔。但是伊有一天甲我讲，讲甲真艰苦，讲是安怎，我的师父都拢去共上经，开始往生的时阵真痛苦安尼，两个拢安尼。吼、哦，那么当伊去问我的时阵，我甲伊讲，你以后唔通去做嘞啊，你若去做嘞吼，你白日你也则痛苦。搁再伊的师父看一寡在家徒弟呢，有哪若是话要上经，就出去上经，吼、哦。啊！还出去上京的，才在家多地等下，大家拢打点滴，花不来。爱去问我是甚物原因？我讲啊，你那上京红包摕伫底？讲红包都拢等于买菜啊。哈、哦，所以用京去做买卖，莫怪你去打点滴。用京去做买卖，莫怪你的师傅要往生的时阵真痛苦。所以伊计讲安尼要安怎？讲你唔通去参杂了。你若是要听我的话，你好好才听经，你唔通去去遐。遐那是师父无要教你出去含人到上经，你得去不要紧。但是如果若要佫教你安尼话，你唔通佫去啊。所以来这是看咧安尼啦，吼、哦，有时阵咧因为无研究的关系，所以一挂非法之法。那么那安尼咧，你若是讲地界上都有一个较比例较超越啦，所以伊佮教你讲讲啊来做啥做啥，你若认为讲袂使，唔通对咧。吼、哦，这个真无下着。就是讲不如法的代志，最好卖南瑞。南瑞到底牵连到强检吼，白日啊，家己也是真麻烦。哈、哦，当然，伊是出家师父是袂讲教咱去吸毒啦，去创啥货啦，袂安呢。但是如果你的师父呐叫你摕一寡钱，叫你去放离生吼，你绝对唔当去甲接歹代志。为什么因为真有那有安呢？这是实在代志。哈、哦。一半个啊啦，总是有啦，因为有这个团体，就有一挂是非嘛，有一个团体，就一挂唔捌的人啊。所以如果那是师父的红包收收下去放利息哦，那因为伊家己本身唔敢出面，啊叫伊的徒弟给做你放利息，我跟你讲，你千万唔当做。或者是讲师父叫你摕去买股票，你哪唔当摕去买股票？因为迄款钱未使买股票，安怎吼？哎，迄款钱未使买股票，嘿。所以记也好，恁做徒弟的人吼，会使有心必定爱恭敬恭敬。但是如果真不如法的代志，你唔通安尼，吼、哦。阿叔那个你受气呢，你嘛袂使生万年心，拢总袂使先哈。因为伊是总是师父是师父安尼，那安尼话呢，确着得到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问题呢，即马来这个四十五页这段，咱来了解一下，因为有一边。哦，这个佛陀给赞叹的这个显地色的功德，安尼，而且阿难讲，讲那是如，伊讲半凡行者，所谓显地色，佛说，莫作是言，顺一万境凡行清净，所谓显地色，这个意思是讲安尼，阿难讲，如果那是会当亲近到显地色，是不是已经会当修到这个清净的凡行啊？哦，是不是这个凡行就成就一半？可唔过佛陀甲讲唔是安尼，因为那是下当亲近着圣地性吼，你有愿意真诚恳去亲近这个圣地性，这个要完完的这个清净反应已经完成了。这个问题是出在底呢？出在讲，因为圣地性无好因缘吹着，尤其是有的人眼光无够遐啊，啊，搁再有种人害太傲慢，虽然有圣地性伫伊面头前，但是伊嘛未重视啊。但是佛陀给个阿难讲讲，如果有众生重视善地性的话，搁再会当尊敬供养善地性，那么这个人已经非常可以讲会当解脱啦。因为伊会当以如来经教给咱教教甲真好，啊不但真好呢，甚至乎咱会向修习了正确，所以唔可去讲满凡行。那是亲近着善地性，差不多成功啊安尼。因为你的恭敬搁再去清法，安尼就真成功。啊，你若想明知这个人去说法，都有相当的境界，但是你都还要修那唔修，安尼当然唔是这种的，唔是这种讲法的标准啊。哈、哦，这就叫好哈、哦，这个是他讲显地色难故，但是清净显地色就会当解脱。所以今仔日哈，实际讲，咱若是对一个出家师有一个恭敬。吼、哦，有一个支持，当然，这个是咱的功德。但是如果对出家师无恭敬，也未支持的话啊，那么这个当然咱家己也真不幸，我无骗你。
诸位上教有哪需要诸位支持甲鼓励？安怎支持鼓励？唔是金钱问题。恁若逐礼拜会当来这个所在看到我，来我听我讲两点钟，哈、哦，这是最好的鼓励，甲最好的支持安尼。恁卖减少，哈、哦，这是最好的鼓励，甲最好的支持。搁再下当，你若认为讲这法器无听袂使，啊，就爱来招人来听，你尽量去度众生来听，这是我最好的要的迄种，敢那像盼望，哈、哦。安尼是上好安尼，哈！即卖来咱个来个看第二段，利比三多苦，不生中受天，哈、哦！佛世生中国，根据利下根。因为以前来在跟咱讲，先知识难悟，搁再佛法难闻咯，哈、哦！这是实在哦。悟到先知识是一个良机因缘，但是唔通看了想过简单，我无骗你，啊！唔通看讲处处拢总是先知识，虽然是处处拢总是出家人，是你的敢像恭敬的对象，但是要有着先知识是真困难，哈、哦。所以有两项，第一不容易，哈、哦，因为这个佛法内底哈，除了先知识人故，搁再来要听到真真正正佛法，我跟你讲真不好听。实际上要听到先知识。先知识较会甲咱讲出正信的佛法，唔是先知识伊袂当甲你讲出正信的佛法。就先知识较会当甲咱讲正信的佛法，就是讲如来正教。那唔是先知识，就无可能安尼啊。那唔相信恁伫遮听过一段时间了，恁出去外口听，加减啊听看嘛，不要紧。哦、看比较看看看生做安怎样在比较我不是说我这对了哈我这较我较高、哦、我不是说我较你现在听了听了因为你自己内心就有一个答案你再过一世界去听看看、哦、所以今天呢这是先知识人物再说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就直接说要真真正正有到这个佛法啊，搁再爱超过有八人，即嘛是要讲安尼？因为要问到佛法，这个八人若无脱轨话啊，要问佛法困难。以前内底有甲咱比如一二三，如果今仔日在六道众生，你生伫地狱道，生伫鬼道，生伫畜生道，无可能问佛法，这是其中的三种困难啊。吼、哦，先有甲咱讲过啊。好、哦，这三种的困难就是三毒，因为三毒这个拢有这个苦报。在这个三宝道中，譬如讲大力鬼王、甲灵王，伊要来听法的机缘，我真少。好、哦，因为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哪有量讲说法是无唔对。好、哦，但是迄个机会真少。好、哦，而且呢，阿哥在这个大力鬼王、甲灵王，伊个袂当受戒出家，只有会当随这个龙天八部随分。安尼来加减啊，修行听经闻法尔。即马第四条讲生伫中受天也是困难。地甲恶鬼畜生，即无啊多中受天也是困难。中受天袂当听经。中受天一个指啥？真内底有去甲咱讲色界，吼、哦，色究竟天就是中受天。六欲天有一个，即、这个欲界有一个六欲天嘛，就是四天王天、陀利天、阎摩天。啊，六变化天哦，这个个倒数多天，啊，六变化天跟他化自在天，哈、哦。但是这六天各有一个歹，安怎歹呢？听佛菩萨如许的所在说法，可是听听记住拢袂记住嘞，哈、哦。这有一个歹处，搁在色界的最悬的迄个叫做色究竟天，遐也无可能听到经。搁再讲呢，这个四禅的第五天叫做无相天。那个无相天，阁是外道的天，就是咱今仔日伫佛法内底，那是修迄个无相念。这个将来，这个阁修无相念，就是啥呢？就是将来可能乎你功夫真深，有哪去到无相天？无相念，无想念就对。将来有哪到迄个世界第五天叫做无相天？这个无相天吼，
将来那是伫迄个世界结束了，一个对了，十九境天嘛会对了，吼、哦。所以这个中寿天菩萨若要去，伊个唔插伊，这天人唔插菩萨。佮再来呢，就是世界的四相，世界这个四空天内底人呢，就是这个叫最高叫做非常非非上寿天，真内底有写。这个非常非非上寿天，伫迄个所在永远入定八万大劫。永远入定哦，八万大劫。菩萨要去甲说法，伊也无要插。这个顶观吼，这个四空天内底遮有一个叫做空无边处天、色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常非相处天，吼、哦，啊个世界无相天。这个生命真长，但是呢，菩萨要说法，伊拢入定，永远拢入定，伊也无要听。啊，这个同一这个定力，那是已经完满结束个对来，哈、哦。所以这个世界要听经文很困难，这个叫做无上天要听经文很困难，哈、哦。搁再来呢，就是啥会呢？如果先在佛前佛，先在佛前是会当听到经，先在佛前到佛后，一个未当听到经，这个有那是其中的一个困难。譬如讲，先在佛的以前嘛无法度，有时阵先在佛前嘛无法度。为什么现在佛学无法度呢？因为这个大地大陆就讲安呢，佛陀在世的时阵吼，整个印度的国民，吼、哦，干那迄个夏威国就好，唔免阁讲到整个印度，夏威国的国民呢，拢总有三分之一见到佛陀，啊，三分之一有听人讲，今嘛有一个佛陀安呢，但是三分之一呢，拢总唔捌听到人家讲佛陀安呢，你甲想看嘛，是不是真困难？所以今仔日呢，咱若是讲生在佛前甲佛后，根本更加无可能去见到佛啦，哈、哦，这个是实在啊。所以这个就是生在佛世、佛前、佛后的时代，也是一种的困难得着。但是佛前、佛后，譬如讲今仔日是佛法，诸位，你若是要实际修行学佛，当然这个因缘嘛无歹啦，哈、哦。不过咱今仔日这个佛法时阵，咱今仔日众生的这个各五浊恶世啊，大行都无好。熬作业，生命短，多病苦，所以呢，今仔日若要坚持到这个佛法，会当家己来学佛，学到家己会当来实质上，将来真正往生了后不退转，这嘛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今生佛法时阵，你若要特地去研究，特地了教主来经教来去进修呢，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真好的机会。那么就看你的因缘有遇到先知识有无，哈、哦。那么第六，伊即马是计甲咱讲生伫中国，但是即个中国已经互误会去啊，毋是咱中华民国哈，也毋是咱的大陆的中国，这记好哈。虽然即个佛法东移嘛，较早印度即个佛法还未通过咱中国的时阵，即印佛法是伫中国个盛行，吼、哦，啊有通过来中国是伫即个汉明帝迄个时阵，忘记金人，啊甲请。汉明帝较明，伊一个大臣叫做蔡锡，啊去请这个出家人来，啊慢慢这个佛法甲移过来咱中国人。但是既然这个讲别人的中间，唔是讲生在中国，较会文化，唔是安尼啦。这里中国第三呢，都市中心，每一个国土拢有都市中心。譬如讲，今日咱台湾来甲讲，那是台东那边就叫做边地，安怎样吼？那边叫做边地，那么西部这边。譬如讲高雄，这是都市中心；台中也都市中心，台北也都市中心。这个国中国就是讲都市中心是较容易文化，所以若是无生在都市中心，要听经文化，我咧讲真少。注意像台东那边，结说法的机会真少。哈、哦，我知影较有一边较红，当时这个圣云大师过迄个所在。刚经在刚几日啊，两日啊，底下一挂皈依呢，都拢过来啊，过来。今嘛一挂出家师拢较少叫行那边，吼、哦。所以那边要听经文话是较困难，所以这唔可以讲生在中国人，安怎样吼？注意，咱今仔是伫台中市吗？你若这个因缘佫走袂吼，是家己计无好个哦，哈、啊。佛陀甲咱讲到遮详细啊嘛，吼、哦。啊，咱台中不是有发挥啊，吼、哦。啊，即马遮咧住民市内底都固定去办啊嘛，吼、哦，所以即个都唔通讲去哦，拍折去，即个就是看个人啊，即姻缘啊啦。
你无论安怎吼，嘛是得爱找时间出来听经啊，吼，即个等于生在中国困难，因为边地，譬如讲什么吼，迄个较早咱是安尼咧讲啦吼，有诶计讲蛮夷啦，南蛮啦吼，毛计讲这个啦，啊夷狄啦，但是即句话是计讲生在都市中心，安尼较对，绝对唔通讲生在中国安尼，吼，即句安都唔对哈。即卖来第七对，一定爱六根骨浆。譬如讲，目睭那是已经无看，耳也无听到，啊，志未当讲话呢，啊，甲这个心暗钝，吼、哦。那么当然，那么也要了解事理啊，吼、哦。就是今仔日生在这个个台中，还是讲高雄市、台中市来讲，可是你这个六根无齐全的话呢，当然你要听经闻法嘛困难啦、啊，这是实在代志。搁再讲呢？经内底有搁再写一条，如果你若是生伫这个外道下贱的家庭，那么你今仔日要听经闻法嘛无可能安尼。今仔日咱台湾宗教是伤过兴盛，啊伤过兴盛呢，煞外道当作正道，安怎样吼？外道已经当作正道，啊所以真侪呢，因为有先入为主，伫迄个家庭内底呢，老爸老母都较早信邪文化。啊，即马伊甲囝讲的嘛是差不多邪文化，差不多介些。除非伊家己的囝会突破，吼、哦，有这个智慧超越一般伊的爸母，所以会家己突破。无有的呢，老爸老母若教安尼教尾囝嘛是安尼啊。所以如果那是今仔日信伫基督教的家庭，当然伊的囝嘛是信基督教，但是无一定啦。有的囝是智慧较好，伊就阁变化，吼、哦，这是有一个问题。所以真内底唔敢讲邪见。但是你这个八难来这里呢，另外有些安呢，写讲进来的印顺德书伊的讲法，哈、哦，这个八无瑕用这个八无瑕来讲出来。但是呢，我看的经典呢，在这个八难还有一个八古罗州，哈、哦，八古罗州，现在八古罗州的众生哈，要问法难。啊，一挂人世地变冲，强的人有哪难？所以世地变冲，要叫来学佛哪困难？世间的地性真悬的人，譬如讲进现时。差不多读到硕士、博士，啊，伫社会有地位，这人吼、哦、要叫伊来听经闻法来修行，我跟你讲真歹当，哈、哦，这实在嘛，唔是讲大家拢袂当哦，是真歹当，不过多数袂当，哈、哦，你甲想哦，因为伊知识比咱凡事比咱较悬，啊，你要甲讲来信好，伊信袂落。真济人讲啊，都讲信是甚物时代啊？啊，你搁去信迄？安怎样吼？安尼就是伊过头唔对去啊！即卖来，甚物叫做八股罗州袂当文化？即、這个我安那甲咱说明一下。咱即个虚空中有一个叫做苏尼山吼，即、哦、我捌甲咱讲过。苏尼山的即个较下骹边，则有四大部洲。咱即个地球叫做南疆部洲。南疆部洲的对象，则有一个叫做北固罗洲，有一个叫做东胜神洲，有一个叫做西牛河洲，安尼。这个就是啥？这个中心北，这个个苏尼山的中心，都有四粒星球。吼、哦，这个叫做四大部洲，啊，这个较半夜叫一个四天王天，啊，顶端就是托里天，安尼。啊，这四大部洲吼，依咱今仔日这个南疆部洲的寿命真平均是。75岁相当，正常是安尼，当然有较长的。啊，不过呢，这个北固罗州的寿命真拢1000岁，安怎吼？迄、那个所在拢无病苦，不过今仔咱南疆部洲病苦真重。佮另外呢，东胜神州佮西牛河州，即马遐的众生吼，拄啊拢总一个拢300岁安尼。算个咱遮上海的对，咱遮上海。唔过呢，北固罗州迄个菩萨无去遐，为甚物因唔信佛法？连威德尊天菩萨伊也无去，为甚物因为迄个所在无佛法，所以就无保护安尼。
无三宝弟子，所以就无保护，哈、哦。为着尊天菩萨一个保护嘛，保护这圣像的，是保护圣像嘛。所以迄个所在无菩萨，所以北古罗州就无菩萨去遐，道生，因为迄个所在都唔免说头啦，因都无人要信，哈、哦。啊，所以迄个所在无佛法，所以唔敢去讲生伫北古罗州众生要闻法有哪困难安尼。安怎样吼？所以今日你生伫南疆保守，咱这个所在吼，算起来实在是上优越的，因为咱这个所在的个性真刚强。虽然真歹调教，但是那个调教起来，我咧讲，伊忏悔中间吼，化自杀的自杀，因为伊家己那彻底有忏悔，所以咱这个性真刚强。歹调教，但是那调教好起来吼，迄、那个智慧、大慈悲心，大行拢当直直升起起来。所以一切菩萨拢来诞生在咱这南疆宝州较济，吼、哦，这个佛经是有甲咱讲安尼。但是呢，相对北古罗州虽然是拢无病苦，不过伫迄个所在过着一种戆戆的生活呢，也无好安尼，吼、哦。所以这个就是去讲，诸位文化处入的中间呢，你那是唔是生在这个个南疆宝州，你要听经嘛困难。但是虽然今日咱诸位拢生在中国，生在这个都市中心。但是咱就知影讲，即个台中的即个人口差不多80万嘛，对不对？这个是前句，我都看到即个新闻，接通讲头台中市头80万。但是你即马甲想，80万的人口到底今仔日台中有几个说法？我是唔知影，可能诸位知影。今仔日咱即个所在差不多250位，安尼来甲讲，别个道场今仔日唔知有无？我是无了解。啊，你若是甲想讲用安尼80万的人口，你去甲比率讲，互你长期量准500人去听经，实在是会使讲不成比率。所以算起来呢，今仔日在座的诸位居士大德、甲诸位菩萨呢，你实在是幸运中的幸运者，可以讲是天之骄子，吼、哦，会使安尼讲真。吼、哦，那无剩呢，你甲想看，大家伫厝里去创啥货？吼、哦，安尼就了解。这个所在正个听经的人数较少，你去甲看迄个个五六张数看偌济，啊，看伫正街啊落去落落坐的人看偌济，安就知影。啊，出来去创啥？伫出来去消磨时间、生命，去看电视安尼尔，无大家拢无代志做。吼、哦，啊，若是是经济上较无拄好的，正可能搁伫外口去做生意，去北港土豆，对不对？去臭豆腐。如果今日咱的生活，那是要有一个感情讲阿多啊会当过，阿要来听见文化也不要紧，阿个也无遐甜对哦。像即马去做也是遐生理的人，伊即马要叫来听见文化，伊去做业要叫来听见文化也无机会，阿要叫改变嘛无机会，这是实在代志。那么算起来呢，作为生活多伫即个中等人啊，吼、哦，你是食头路还是做一个生理？那么时间到7:30到放下落来做。注意，这是真殊胜的一个因缘，所以这八难已经劈过啊，盛开大行拢劈过，哈、哦。那么咱就好好来学习，唔通讲安尼搁在那边，那么安就无彩，安怎样哈？来，即马来搁这段纪言来去讲安尼。有人是自从这个人生看了无介意义，哈、哦。譬如讲环境歹啦，什么货啦，啊，就安尼自怨自哀，哈、哦，伊讲唔免安尼。啊，有人看讲啊，这个时阵，看到个什么修行呢？有真侪人呢，注重这个问题，甲看作讲修行的代志是甲当作无啥货，吼、哦。但是真来这又甲咱讲安尼，咱人生死流转伫五处中，实在是这个人生最难得。吼、哦，什么叫做五处？咱这个世间叫做五处，哈、哦，又包括天、人、哈、哦，啊加地加，啊加鬼道。搁再来呢，就是畜生。这个是叫做五处，这个叫做欲界五处十基地。但是这个有另外一个附带意义，甲咱说明一下。咱这个人间，比如讲这个人，搁有哪有其他在人来？那要照佛陀的标准，是五界有受才当做人。那么既然是五界有受，应该今仔咱人是真单纯较对，安怎样吼？实在今仔日应该会入三宝，安尼大家有哪个好受？但是偏偏都唔是，这社会即目前吼，人家讲唔是人家大个嘛，是吼？
实在是看起来是已经像安尼啦，但是唔是讲大家拢真歹啦，吼、哦。那么今日咱来了解，这个世间内底呢，这个人道有的精神是人来，不过这真少哦。精神伊有哪做人，啊，今世死往生了，今日过来出世做人，吼、哦。那么有一种是天来，但是天来的机会真少，因为天来大多数拢落三恶道。安怎样吼？因为伊这个业色经济，这个天龙报报身啊，伊这个地狱还是鬼道，还是畜生道，伊这个个业色啊起现行，伊一定要对着三恶道去。不过呢，有哪有一部分是由天来咱人间世，所以由天来到人间世，拢会比较较会较有这个仁义道德。吼、哦，若要讲五祖十几地来，就是安尼。伫天来到人间世是比较较有仁义道德。所以，这个社会仁义道德的人，不是无，有那真济袂少。可是，有一个问题，有仁义道德的人哦，是天人来，不过伊来到这世间要叫学佛，我跟你讲，有时阵有那机会真少。所以，注意福报真好的人，但是要叫学佛哦，有那真困难。你讲想讲看外相起来真庄严，我这个人甲看起来都真庄严，有诶一挂人，互你真恶劣哦，这个、人真有道德，但是偏偏来叫他学佛唔听。安怎样吼？这个就是佛缘无足，无故足，吼、哦。安怎样吼？勉强就勉强未来啊。所以有的是天来人道，有的是人道过来出世人道，有的是伫地角倒起来。今仔日这个社会计乱在人，差不多拢总伫地角倒，甲鬼倒起来较济。因为鬼倒起来，迄、那个湿带掉咧，迄、那个鬼心带掉，所以起来这个世间欺诈欺骗的代志一大堆。甚至呢，有的人终生拢关掉了，这就是伊的精神地狱，今生靠过来吃。有的人伫鬼道起来到这世间，你甲看非洲海的人，拢总是饿鬼道起来，还伫个受饿无当食，伊索比亚、索马尼亚，还真侪拢总是伫饿鬼道起来。所以海人有那拢总无当食，因为伊无迄个福报，所以这是有的伫鬼道起来人间的。有的虽然含咱投胎伫这个世界呢，但是鬼心真重。吼、哦，欺骗的、奸诈的，这种代志拢真多。搁再来，有种是畜生倒起来人间的，所以伊见伊这些做的代志，拢亲像迄个动物相像。所以有一挂人伊的行为会方骂骂，讲你哪精神安尼，对吼？你甲想，拢总是有这种的，这叫做习性，这个叫做习性。所以要叫这款的人来修也困难，要叫这款的修也困难。要叫这款的来修也困难，这仁义道德要修也困难。有人真有仁义啊，要布施肯啊，但是伊都唔肯修行，唔肯听经文法。吼、哦，作为今仔把握好好势，咱爱认定今仔日我含佛陀同等的佛性，佛陀一旦教我安尼好去教我教，我要安怎样来圆满佛陀的救度咱的这种佛陀的慈悲心，我要安怎来圆满呢？吼、哦，啊那无呢？实际讲，直接要对落这个所在真紧，因为这到尾有哪有讲到？这要对落真紧咯，一念间就落啊。要提升是困难咯、哦。所以今仔日虽然有皈依，都佛陀甲咱讲是标准出来嘛，修五戒来世较有人道的这种机会嘛。吼、哦，你如果那是修十善戒，将来较有天的机会啊。啊，你那人道暗修。天道暗修，当然，这个我该暗修，实现该暗修，当然你将来是对下来啊。这个一定，因为这个个虚空的这个空力哈，虚空的空力，就是空性的，是空相，空相哈，这个空力就是功力呢。这个功力就是功力，你安怎做，伊就甲你变做啥物事？因为你的处向，这个所在叫做五处，因为你的处向都愿意对遐去，所以迄个因一旦甲做落，那么当然，这个空性的力，空力伊就甲你纠正对遐落安尼，就甲你创造迄个世界起来。因为咱人的心吼要净化。要净化，这个空力叫做功力。
因为这个公理哈，另外一个名叫做空相，也叫做光的相。这个空相，另外一个也再叫做光相。最佛道的最究竟圆满，就是回归极光、极光图，对不对？您捌听到这个名相了无？回归以后就是回归正法，就是叫做极光图。所以这个光的相跟光的理，就是叫讲空性、空理。所以你若要净化内心，到尾你归入佛陀的世界。你若都无爱净化，顺因缘，你的趣味就地角，就对地角落；你的趣味就轨道，就对轨道去；你的趣味就畜生道，就对畜生嘛。所以佛陀要叫众生那提升起来，讲叫咱先修五戒，修五戒修好，吼、哦，将来无论。我改修起来，延续到未来三宝的一种因缘。那无道真甲咱讲的，三恶道的这个地甲恶鬼畜生都无机会闻法啦，吼、哦，无机会闻法。注意个记好，去到天堂的世界哦，天道的世界，迄、那个天人内底，一日快乐真多。我都甲咱讲过嘛。但是听经闻法了，今仔日听听，明仔再袂记了了。哦。这个真不足，所以今天呢，这天人在那个世界呢，都有真想要来人间就对了、哦、真想要来人间、啊、我们今天既然在人间，我们不要再对这给落的，对这落的要再救起来很困难，那些都有说到、哦、但是有哪不能说我今天行十善，我白天要来天，这样不行，这样有哪不好，因为那个地方轮回累到第一段时间，再对着三恶道来，时间又有够长的长，安尼要解脱真困难，吼、哦！这个注意，一定爱彻底了解佛法是要教咱创啥。啊，教咱教出来，咱若是了解了后，咱一定爱切身力行，绝对唔能讲听听的。啊，要修另外一类书，吼、哦，修也好，唔修也好，算哪边的，哪落到点呢？事实讲，咱就真冤枉啊，都无采讲去听。吼、哦，所以佛陀教咱安怎教，伊就教咱讲。唔通认为讲人心难定，因为咱生死流转中呢，恶处，这个佛陀就是有一遍和阿难尊者，黄昏的时阵出来伫外口去行，啊，都看到外口一堆土地啊，伊这阵阿难尊者阵捧，这个佛陀阵捧一捧土开，啊，搁放落，啊，手搬搬，搬搬的，即卖佛陀较甲，用这支镜头甲村落阿难看，讲你看。我的增加是不是还有一些土？是，所以这个佛陀跟阿难尊者说，真有写到哈，说人间的六道中的这个人间世的这种像像像鸟上尘，就像像增加的掉的掉在增加的土，但是其他的五道呢，都像像大地地球这多样呢，所以你想看吗？所以今天呢，就是你轮回起来到这个人间世有哪好，接到佛法好好修，虽然是佛法，唔过都有那有人计依正信佛法，计甲咱说明，啊，你都有这因缘，你都好好修。那无个再带队了，个另外一个问题，佛陀个再比如讲这大海人吼，譬如讲有漂流一块茶，啊，这块茶过一个坑，啊，一只青梅海龟，啊，都浮起来都弄到迄个坑安尼。伊讲人间伫六道个轮回中间，要来出世做人的机会。少甲亲像迄只孤安的小象，所以阿弥陀佛咯，今仔日会当来实实在在来诞生伫即个个印度，个生伫中国，个会当闻到佛法，你得爱，你千感谢万感谢，迄、那个佛音你得爱天天得爱拜佛感谢，我无骗你，好，阿弥陀佛，好、哦。哦